球迷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西班牙人官方宣布了已经签下巴列卡诺边锋恩巴尔巴，而且直接激活了恩巴尔巴合同中1000万欧元的违约金条款。这位现年27岁的西班牙人将身披25号球衣。恩巴尔巴1992年5月7日出生在马德里，从2013年起就一直为巴列卡诺效力。恩巴尔巴本赛季代表巴列卡诺共计出场24次，打进7球，助攻11次。他也是本赛季至今西乙联赛助攻次数最多的球员。恩巴尔巴司职前锋，由于速度极快且具有突破能力，边锋位置是他施展才华的最佳舞台。这也意味着恩巴尔巴的到来将会再次压缩武磊的出场时间。根据媒体此前的消息，早在去年夏天时，西班牙人就希望引进恩巴尔巴以加强球队的边路进攻。而在冬季转会窗开启之后，西班牙人再次对恩巴尔巴产生了兴趣。他们先是向巴列卡诺提供了一份750万欧元并附带奖金条款的报价，但巴列卡诺更希望西班牙人能直接激活恩巴尔巴的买断条款。在媒体见面会上，恩巴尔巴表示，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我职业生涯来说，这都是一个挑战。在这之前，我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巴列卡诺，现在我希望来到一个更强大的球队来证明自己，能够在西班牙人这样一家历史悠久的俱乐部踢球，我感觉很荣幸。这对我来说不是负担，而是责任。我和德托马斯一直都保持着联系，而且关系也很好，希望能和他一起为西班牙人创造更好的成绩。对于这样一位与武磊具有竞争关系球员的到来，您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